主席，我们立法院委员会组织条例第13条，各委员会所议事项与其他委员会相关联者，除由院会交付联席审查外，得由召集委员报请院会决定与其他相关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条文写得很清楚，主席看一看好不好？第13条。
好，各位请坐，各位请坐，各位请坐。各位请坐，各位请坐。好，我们经过这个政党协商哈，我们今天的这个程序这样跟大家说明了哈。对，我先跟各位报告了哈，因为坦白说啊，这个我刚才跟大家说明过，交付到司法法制委员会啊，不是今天才交付的哈。这个过去啊，四个案分别交付啊，也都是交付到司法委员会。最早的是尤美女委员的版本跟林俊宪委员版本是2017年11月22日交付的，交付到司法法制委员会，好，那时候就有处理了，好，那时候就询答过了。然后接下来呢是林昌卓委员的版本，是去年4月10日，行政院的版本是去年5月28日，是将近一年以前呢就交付到司法法制委员会。这四个案子的三次的交付，没有任何政党任何委员提出不同意见，而且四个版本主管机关都是国发会，也并不是说那时候询答的时候啊，林昌卓委员不林俊宪委员的版本跟尤美女委员的版本是另外一个主管机关，那就是国发会啊。那时候我们也是询答啊，好，也是处理啊，当然没有进入到这个逐条了哈。所以各位今天啊所提的意见，我们今天在这边没有办法处理了，不然后我们先前进行的程序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好，我来跟大家做一下报告，我今天的处理方式。我刚才请各位去登记发言，这个是根据刚才程序发言各位委员的要求哈。我再一次的从跟大家再做宣布，现在还是可以登记发言。本委员会啊，目前就是司法法制委员会的委员发言时间是8分钟，必要时得延长2分钟。非本会委员发言时间6分钟，我们到10:30截止发言登记。我们一直到10:30啊，都是由本委员会的委员先优先啊，因为这个没有办法去定时限的哈。然后呢，那时候在处理这个前面啊，尤委员跟林俊宪委员的提案的时候啊，那时候主席啊也刚好就是小弟本人啦，好，所以我的感受特别深刻。就是说那个时候处理也没有任何提出反对，说应该要联席啊，应该要改交啊，要退回啊。好，那我不晓得说今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争议，但是既然政党已经达成共识了，那我就跟大家报告，我们今天询答完之后，请主管机关报告。报告完之后呢，我们就会宣读这个四个提案的条文，宣读完之后就散会。好，然后我们今天就不会做实质处理，不会进入到逐条。对啊，哦，对了，讲错了，对不起，主管机关，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谢谢啊。主管机关报告完之后询答，好，询答深度条文之后就散会了哈。那我们今天这个提案就不处理了，好不好？好，现在进行到介绍列席的官员哈。主席，不好意思，我们询问一下，虽然说因为不是联席哦，可是我看了一下，今天列席政府官员的层级很低耶。举例来说，像文化部来的就是国家人权博物馆的副馆长，那我觉得这部分，如果说我们要真的要去做一些询答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是不是真的不好意思，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满足每一位委员的要求。我们今天是特别请，因为是院版，我说我们请主管机关首长要来，所以陈美玲主委过来。好，那其他的、這個，因为这次法院牵涉的部会比较多啊。我坦白说，譬如说我们审诉愿法。好，我们诉愿法修正案交付也交付到司法法制委员会，也没有联席啊。那你诉愿法牵涉到每一个机关啊，从中央到地方，那你总不能每一个机关都要派首长过来吧？对不对？
所以我们不一定要派首长，但起码文化部应该派个部级的吧？那派的是等一下，等一下，各位在询答的时候，我们再看，我们再看状况了，好不好？对，我觉得这样的话是好。我们现在那个主席我不依他，我们接下来哈，我不依他。接下来请主席，主席真的介绍，因为文化部也是在第二条里面嘛，介绍列席官，第二条对不起啊，主管机关之一是如果文化部的部长或市长请来，我跟各位说明，是不是可以？我已经退让，我已经退让，你们有问题刚才就要一起提出来。主席，你们刚刚就要一起提出来。对，所有人已经协商好了，如果这样子，我看看我们这样子，没有，就只好进副二读来，没有关系，就只好进副二读啊！你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学术演讲，老委，我们也要追责你。我只是说这个层级下，你介绍国发会，这对面而已嘛，过来很近嘛。是不是？档案管理局林秋月局长，总统府第二局邱昌月局长，国文化部是不是部次长来啊？周小文主任秘书，立法院法制局陈庆瑜局长，每个人都会有证啊。立法院不要这样太立法院的，我们是啊，立法委要立法的国啊。秘书，我们审档案来的这么层次底基的。我们在第二条条文里面写得很清楚，文化部也是其中的会衔单位。那我们文化部来一个国家人权博物馆的副馆长，我们怎么审法案？林世伟处长，立法委员不要自我矮化，拜托。国清处长，立法委员不要自我矮化，立法委员不要自我矮化。主席，我还是建议文化部的次长可不可以来？文化部的次长可不可以来？主席，文化部的次长可不可以来？你不要再听是不是？你们会做事，我们为什么矮化我们自己？快点来嘛！你们副馆长，我怎么审这条文嘛？真的，立委应该懂得程序吧？我很懂，所以我在程序发言呢、啊。我跟主席程序发言呢、啊，马上再念下去、啊。国家安全局秘书室周天杰副主任，国防部政务办公室文书档案处柯少华处长，法律事务司法律服务处邱新伟副处长，外交部资讯及电务处林东亨处长，内政部民政司检任秘书黄淑冠。警政署秘书室吴丽珍副主任，陆委会秘书室王自立专门委员，财团法人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杨正龙执行长，柳兆远副执行长。哎，程序发言那个部长，那个文化部哈、哦，因为是第二条结束了啦，有委员，管委，我们不要要自我矮化，我们的审了条文里面的朝野协商结束了，还要管委，你听听哦，我没有闹，我真的是很诚恳的告诉你，也是很正义的发言。我们的条例的第二条，文化部是列为会衔单位，他只派一个副馆长来，我们怎么审这个条文？我们怎么问啊？怎么询答？这基本的立法委员的职权，政治这职权不是跟闹不闹有关系。立法委员的职权，我们不要自我矮化。谁都会执政，谁会在野。不要以为你们现在执政，叫你立法院多数就可以，就霸凌我们立委的职权。你们是霸凌我们立委的职权。我们有权利问清楚、讲明白，为什么文化部也是会衔单位、会衔的部会，而且他只派个副馆长来。我们问什么问？十一月二十二日，这立委的职权呐、啊，我们没有闹你们。你们人多优势多，你要怎么弄你都可以过啊！立法或修正，你连这个一点的程序正义都办不到，你这样的政党在办什么呢？以充分听取学者，美人会要抗拒，北堵到这个地步哈。那么今天法律只好就只好进副二读了，并进行询答。我们要背，我真的没有背的。你自己有眼睛，你要戴着眼镜看一看。文化部今天派的是谁？文化部派的是谁？国家人权。博物馆的副馆长，他的层级可以代表文化部吗？文化部是主管单位之一，耶，可以当成其实，在前面不管说游委员还是林俊宪委员提出来的案子，都我想已经都能够处理了某一些部分关于转型正义这个真相回复的部分，尤其我们大家关注的这个政治档案的部分。那毕竟转型正义最基本的一个工作还是真相的还原，那这也是很多民众都在期待，尤其是很多受难者跟受难者的家属，还有研究者，大家的期待。所以其实，现阶段怎么样能够把这个基础工作做好，那我们才能够做更多包括学术研究的工作。那过去我们虽然已经有档案法，但是档案法其实主要是在处理一般的档案。
那也比较没有顾虑到政治档案的特殊性，那没有办法配合转型正义跟这一些相关学术研究的需要，所以其实包括很多的受难者跟他们的家属，还有学者研究的人员都表示说，现行的这些档案管理的限制其实都不是很合理啦。那包括这个应用程序的这个都太过复杂，那其实也。简单讲，其实是希望大家不要去看到这些档案，那所以也包括档案有这个被称为越解越密，也就是说每一次解密以后，就又有其他可以加密的方式，或是用其他会同本来相关部会来去决定它的密集的这个方式哈。那所以其实那也有这些个人资料跟公众利益上面的一些冲突，上面到底要怎么解决，以及它的优先顺序的这个问题。那所以我跟二十位委员的联署，那来提出这一个版本，那希望可以就刚才上面几个部分来提出一些补强，那也希望可以让这个转型正义的真相回复的部分，可以把这基础工作做好。总共有34条，那也期待说可以尽快到逐条的审查，未来可以尽快跟大家来讨论。谢谢。好，请国家发展委员会陈主委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先进大家好。今天受邀列席贵委员会就并案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的政治档案条例草案，还有余委员美女等23人拟具的政治档案法草案，林委员俊宪等拟具的政治档案资料保护法草案，以及林昌卓委员20人拟具的政治档案条例草案等等，代表本会来列席说明。本会仅就行政院函请审议的政治档案条例草案来提供说明如下，敬请指教。首先说明立法的缘由跟经过。促进转型正义条例已经在106年的12月27日公布施行。依照该条例第18条的规定，有关政治档案的相关规定，相关事项另以法律定之。而大院在制定促转条例的时候，同时也通过了附带的决议，要求行政院应该尽速将政治档案法律草案函送大院审议，为了促使促转条例明定的真相调查工作可以顺利进行，行政院即则由国家发展委员会承办本法草。天意啊！行政院即则由国家发展委员会承办本法律草案的研拟工作。为了周延本法律草案的内容，本会所属的档案管理局从105年8月开始，就邀集了学者专家、民间团体及政府机关，召开咨询跟研商会议，收整各界关切的议题，并且在106年1月4号第一次将草案报请行政院审查。后来因为因应促转条例的施行，所以我们以前开草案作为基础呢，依照促转条例的意旨，在参考106年11月22日大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举行的公听会，以及目前立法委员的相关提案等，由本会在107年1月再邀集相关机关及民间团体，召开过2次的研商会议，并依据决议的中整各方的意见以后，研拟本今天的草案，而在去年的5月17日经行政院院会通过后，送请大院审议。以下说明本草案的重点。本草案总共有16条，概分为7大重点。那我们有做了简报档在荧幕上，可以让委员更清楚的看到它的一个整个一个大要的内容。首先报告第一个重点，就是法规体制的定位。本草案的名称定为政治档案条例，这是考量政治档案的征集跟应用呢有它的特殊性，而且政治档案的开放应用属于持续性的工作，而不是架构在促转条例之下，应该是档案法的特别法，所以它的存续之有效性呢是不受促转条例阶段性任务的影响，因此我们把它定名叫做政治档案条例。
第二个重点是在说明主管机关，我们是做最适任的、最适的一个责任分工。本会是本条例的主管机关，并且由所属的档案局来负责办理政治档案的征集、整理、保存、开放跟应用的事项。但是呢，有关政治档案的研究还有教育，它涉及文化部所属的国家人权博物馆的权责，所以就明定由文化部会同相关机关来办理。我们希望借由跨机关的合作，能够发挥政治档案的保存应用还有研究教育的最大整合效果。第三个重点是有关强化征集管理跟保存的部分。参照处转条例的一个规定呢，政治档案适用的范围包含政府机关购、政党、赋税组织及党营机构等所保管。民国34年8月15日到81年11月6日止的相关档案，还有它的文件记录。所以政府机关购应该在一定期限内完成档案的清查以及移转为国家的档案，而政党、赋税组织及党营机构呢，则依照处转会审定的结果，将档案移归给国家档案。那这个主要还是在处转条例中已经有明文的一个规定。第四大部分是有关解密的程序的简化。对于保密超过30年的政治档案，除了有法规的依据外，把它视为解除机密，并且由档案局公告解除机密的意旨跟必要的解密措施，来排除国家机密保护法等及文书管理等相关的法规的适用，以简化这个解密的程序，能够加速开放。第五大部分是开放应用的部分。政治档案开放的应用是依照档案的当事人，还有非档案的当事人，以及政府机关购，区分为三个类型，并且放宽政治档案开放应用的范围，明定应用的方式，至迟开放的年限，优先处理，加注补充的意见，减免收费以及资讯保护等配套措施，以兼顾资讯开放的公益跟个人隐私的保护，并调整开放年限计算基准为案卷中最早文件的产生日，以加速资讯的通透。第六个重点是在公开姓名的部分，明定政治档案中所载的公务员、证人、检举人及消息来源的姓名、化名、代号及职称都应予以公开。第七大部分是规范争议处理的机制，明定政治档案的征集、解密及开放应用等事项，如果有争议的时候，将引进外部的专家咨询的机制，以维持它的公信力。目前委员们所提的草案跟行政院草案对政治档案的保存跟开放的意旨大部分是一致的，行政院的草案也多以参采，例如政党政治档案纳入适用的范围，政治档案的开放应用采类型化，加速政治档案开放以及兼顾隐私权跟资讯权的横平，消息来源等姓名跟职称的资讯公开，还有档案当事人可以加注补充意见附卷，建立争议处理机制等等。本次委员所提出的草案，深入研析转型正义的真相调查，借政治档案的完整征集、保存及开放应用，以顺利开展，能够有利于达成社会和解的一个目的。委员对于政治档案条例法制的用心，本会深感敬佩。各委员所提案的版本及行政院函送的版本，部分条文的规定尚若有些微的差异，建议行政院的版本能够并案的逐条讨论。最后，档案是保存历史的真实记录，也是追求历史真相的基础。落实转型正义是国家的重要的政策，它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规划推动开放政治档案，希望借由客观公正
的历史记录的公开，还原历史真相，透过档案跟全民的对话，促进和解，凝聚社会的团结与和谐。政治档案条例草案是促进转型正义条例的配套法律，也是档案法的特别法，对于未来推动政治档案的征集、保存、开放应用、研究跟教育都非常非常的重要。敬请各位委员能够支持本法案，让它顺利的完成立法程序。谢谢。好，现在进行这个机关代表已经报告完毕了哈，现在进行询答。我们请第一位吴委员询答之前，我跟刚才报告啊，跟委员会报告，刚才有委员提出来要求文化部啊，这个次长赶过来中，大概从新隆赶过来市，大概在二十分钟。好，这个文化部丁次长要过来哈，大概二十，那么我们休息一下好了。不，他是业管的次长，好，所以他这个业务是他管的，那我们就休息到10:30。好吧，好，好。